现在我去换衣服，然后好像已经被他识破了。是吗？对，已经被他识破了。嗨，我是君君，现在是小莫向我求婚后的第二周。这个求婚他大概准备了有一年，他藏不住秘密，而我又太精明。那天下午他来接我下班，说带我去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吃饭。当时我的头发很油，下巴还长痘，相机又没带，手机也快没有电。在我非常绝望的时候，却发现外面的大屏幕上在放我最喜欢的电影《爱乐之城》。拉拉链是你点的吗？吃完饭我们就到 Park Ten 看电影，小莫准备的惊喜就开始了。那我跟你一起去。现在我去换衣服，然后好像已经被他识破了。是吗？对，已经被他识破了。现在换好衣服了，怎么样？这一身还可以啊，跟那个爱乐之城那个有点像。那我们就过去，在那边等他。谢谢。那我现在就把他叫过来了。这么急吗？那说一下，还有，现在戒指对吧？戒指都放这一块啊。要是他过来，我就抱着，然后直接。让我想想，想想词。还练一下吗？没背上错过去。还练一下。还练没错。现在要不要放个光？能放个白光吗？不用啊，就红光就没有。录几秒的朋友。现在有没有要说点什么？我现在在背词啊，我有点紧张，有点忘词了，有点。试一遍。我在想想词。待会等他到那边，我直接放那个第一首歌。现在不用放了吗？是不是我应该在这边？是不是一般都是在这边？我还拿话筒说话。Now it all seems like years away. Now you know I can't smile without you. I can't smile without you. I can't laugh. 有还有吗？还有。那我的东西咋办？我可以先帮您看着。去哪儿？对，这边。好可怕！怎么啦？不是我，好可怕、啊。在哪里啊？
前的9月1号，因为命运的安排，我们成为了同学。当时刚满6岁的我就已经喜欢上了有一双大眼睛的你。18年后，我因为机缘巧合又来到了广州，又再一次遇见你。我开始相信缘分这种东西，我相信那句话，缘妙不可言。你总是说我不懂浪漫，没有仪式感，说我小气，穿着打扮不好看。但是感谢你，即使知道我有这么多缺点，依然愿意陪在我身边。当然你也并不是完美的，你除了美丽、善良、有爱心、有责任心、努力工作、孝顺父母、学习成绩好、跳舞跳得棒以外，几乎没有别的优点。所以我觉得你可能不适合做我的女朋友。所以赵义军，你愿意嫁给我吗？The sun is nearly gone.
No lights are turning on. A silver shine that stretches to the sea. We stumble on a view that's tailor-made for two. What a shame those two are, you and me. Some other girl and guy would love this swirling sky, but there's only you and I, and we've got no shot. This could never be. You're not the type for me, and there's not a spark inside. What a waste of a lovely night. 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能看到这里。我想说，那天你跟我表白，那今天我也要向你表白一次，谢谢你包容我、爱护我、帮助我、鼓励我，谢谢。还有那句当时我因为胆小没有用话筒大声表达出来的那句话，我愿意。